如果我的 YouTube subscriber 到达500的话，想要得到这个 giveaway 的其中一位幸运儿，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在我 FB page， 然后看到这个照片，记得写我要 giveaway 就可以了。但是只限马来西亚，外国迟一点。黑白点，我这里我是张守瑞，今天做开箱已经刷到了，哎，不要这样子好吗？我知道你们心情的。好东西要好朋友分享，坏东西就要跟坏朋友分享。对，哦，今天难得好康一定要介绍给你们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？我跟你们讲，好康永远给大家知道的哦。好，东西跟时间我再介绍来吧。我是这样子的角度了哦，没有办法，我是怕 YouTube 人家显示不好了哦。啊，对。鹦鹉，黄、绿，哎，哎，喂，你真的买黄绿红啊？没有啦，这个人喜欢哦。他一定是用什么最强的钢来粘的。OK， 哇 ，OK， 老样子，懂。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有没有什么收过了哦？哇，这个很够饼，就可以 block， 然后效果是朝上，朝那个生命开，然后可以得到那个盾给他角色或者是一个样子。大妈，这个好像有刻过了，再看看一下。我知不知道？是新旧的。哎，各位，他刻过啊，他这个号码会有在，然后不，这个新的卡会刻成这样，如果旧的卡是他会特地刻，就是之前的卡哦，还好。哎，游戏王刻到恐怖，哇，我没想到大妈系列是 OP 零三，哎，还有 OP 零七 ，ST 零七。这个是干的，这个是龙哥，这个是烤的效果 ，OK， 哇哦 ，fantastic baby，OK，、okay, 就这样子了。好，开五套，五套我是有买啦，哦，因为之前我朋友推荐我要玩五套，现在我相信五套我也是不知道有没有强化，我都不知道，还是一样，不过他。它很像 AA 样子了哈，哇，这个很美哎，而且四费的6000，我喜欢。哦，它是启动，我还以为它是登场，因为我听讲它声音好有出，不过我也是好了。哇 ，KO， 不过要 rest 哦，路费有点意不明。哦，不错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OK。不过听讲，他这个本来是有 PR 有一些，这个是他有一个EA 新时代，然后这个 C 卡，他有一些哎，这新的哎 P 卡哦，我就没有收过，这个 P 卡有一些我是没有收过。就 P 卡来的，因为我没有什么收获，说幸好官方有良心啊。啊，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呵呵，那路飞他什么？他我听讲他那个紫色也是有了哦。好了，黑色。其实我本来期待是黑色，他本来是路飞可能系列，结果我是海军的。不过海军有可能有对我好处啦哦 ，OK， 哎，哦这个蛮帅，这个我有两万，哦，美到破表哦，哇，海军真美，哦，他好像全部是绑定海军啊，爷爷，等一下。可以扣费印，
哦，这一个我本来想要了，诺克，它是诶海军的船舰，我都不知道，绿的海军。海军的话还不清楚。哦，冰河时代，嘿嘿，这个可以给路飞的，就是那个黄黑路飞。哦，零三的这个系列我是没有什么，这个海军我就不知道了。So maybe 我觉得我可能看先啦，因为 OP 零九已经是出来了。哇，这么蜂蜜哦！没有办法，是怕两卡坏掉。哇，蜂蜜哦，蜂蜜！你要吃那个，吃那个蜂蜜吗？蜂蜜呀！来看一看一下好看，哎，为什么我盯我都没有盯 A 一眼啊？没有啦，这是要保护哈。关阿龙我是想收啊，因为我觉得怎么说，哦，关阿龙他系列真蛮帅一下，因为他是 One Double 漫画版本，哦，这个我要定了。这个剧，这古代我都想收，哦，没耶。因为 Ross 自己给他们气势，因为之前起到很恐怖，这样我想收。红河，因为我是要收，哎，好了，没有啦，就是这样子，真的。说今天呢，说今天这个 ST 跟那个三个，我觉得很好笑。这次感谢我们的 UK 啊，谢谢他们，谢谢。好了，影片到这了。如果有参与中心小伙伴，记得按 like 收看。如果是新手，请按收看订阅小铃铛。记得帮我谢谢，放心支持我们生活。如果他真的是跟零工讲了，我们一起开这个 SD 跟游戏，我就可以买台手环。好了，就这样 ，Ciao。But I can also see the bones you get. I don't know.